今天我给这个臭小子做烧烤吃，原本以为他下午1点钟回来，等我一锁门我就看到他回来了。怎么样，赶紧加快速度了啊。秋天来了，这个辣椒红了好多，哎，那树上全变红的了，哎，那个好大，哎，这红辣椒比青辣椒还卖得贵，这个还不是透大的辣椒，如果透大的话，我们拿着做那个辣椒粉。我妈把我的篮子拿走了，她要来，因为结韭葱的话要撒灰。过得尿弟弟狗，狗粮包交的，好。你两包，两三包就够了。九层是？九层嘛，全都捞过来，来做烧烤吃的。你一路做鸡的，怎么过来？怎么过？这哪里有鸡？你当老板娘呀？这。过来接武器的。哎呀，老子敲过来。我这过这敲。啊，你为过这头怎么没事人哟？没事噻。当老板娘呀，过这情况。真的是，是吧？我俩成交多人做事了。成交多人，真是勤快。这上面一定要撒上这个草木灰，不撒灰的话，它也长不上来啊。嗯。这个草灰也是肥料。没生病的，就不会生病啊。你帮帮忙了呀？你帮忙拆九层的。那我切不得切肉啊。嗯，我来帮忙拆，没押金。今天我跟这个臭小子啊，两个做烧烤吃啊。25号肉呢，是我也25号肉。只要有5号肉，别的都无所谓。但是还是配一点啊，还有什么火腿肠，赶快去拿吧。皮上也没有毛，不烧了。腿啊不太爱吃，这样宰一下觉得还好一点。这朋友看到5号肉就怕，哼，久久就爱了啊。这次5号肉就要吃肥一点的。我妈说今天她也选择来吃一下烧烤，所以我就买的瘦的比较多一点。这土豆是必须要的，全家爱吃。瘦的呢，我们有土豆，有韭菜，莲子，不错吧？会，等会再洗吧。我们把这个腌制好，盐、老抽搞一点，生抽、几鲜、酒，好吧。对啊，九层搞烧烤，这么一点一块，就主要把茄子和土豆改下刀啊。茄子我们最好啊，搞点水给它稍微泡一下，土豆也一样，这样切大一点。土豆里面的淀粉很多，这样打一下就少一点。再用牌子给它装好，插电了啊！咱们全家搞烧烤了，搞最大个。今天我们搞一个大烧烤炉，要不然不搞大的，一下子不够吃。别搞猫了啊，去洗手。第一件搞这个5号肉了，等烫去吗？嗯，大点就够吃了，烤不到了，耐心的等待啊！我们也不搞这个转来转去的了，来的麻烦。哎呦，他回来了，闻香了，跳过来，看你厉害不来，跳了，这个会也走地啊。
哎呦，这个你看，兜鱼的油，它就往这里有个小孔，流掉了啊。这兜鱼的油都流掉了，那烧人了。口头上也杀掉了，放他一个人啊，慢慢的玩，你等着。他们两个在那里玩去了，挺会玩的，走了啊。嗯，捏制好了，什么料都不用配了啊，这好吃。小炒或者五花鱼呢？不烧烤。嗯，搞了也就剩了。这个，在家里吃了又划算，又卫生。给它这个大块的肥肉，油太多了。这个五花肉啊，真香啊！小点你看，不吧？这小点。你觉得嚼了吧，我还放深一点，不烫死吧。一家人在一起了，吃个小烧烤还挺好玩的。看看我还不喜欢它烤得太脆，嚼了我觉得还不好吃。来来给烤烤，我就来了，你喝酒烤。还是有喝的，我也没喝的，刚才去了搞了一点小米酒。嗯，鱼都回锅了，这个就是香饭飘香了。哦，你要把鸡蛋分了。嗯，你不能狗爪，把鱼爪子往来走，都已经烧了。妈说啊，这个韭菜好甜的，你尝尝。嗯，说可以啊，你看里面加了糖饮啊。看一下这个肉质好不好吃，不急，慢慢的来。还有茄子的，那咱们那边搁几颗的，嗯，它炒的微波软的，它炒的它微波，这手抖了。现在我们啊，荤吃的差不多了，开始慢慢的吃素了，基本上都快光煮了。这鸡翅啊，还是卤的，儿子也不愿意吃，说我也不愿意。给花猫吃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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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不吃啊？看，它太挑了，爱吃红苕。茄子九九啊，早就吃饱了。我是想等这个茄子，我没有搞这个葱花，如果撒点葱花，那真的是，哎呀。味道就绝了啊！我拿着饺子吗？你尝尝啊！太肉了，这烤茄子真好吃。茄子绝配就是葱，熟的时候加点葱花啊！你瞧我的。结束了啊！这个韭菜，我妈说她要吃，我们就给她一起来。哎。
别笑了啊。好了，九九要下桌了，今天九九啊饭不能吃了啊，吃的太多了，今天的盘玩比较多，接着上光盘了啊，我妈解素菜。